6月8日，我被新来的转学生电到，我只好去找放电教主。教我放电，爱滋味覆盆子，又叫爱滋味放电果。每天喝一瓶，你会慢慢的发现，为了你，鸟不想飞，鱼不想游，金瓜朵朵开。小爱，上课为什么戴墨镜？日常耶，爱滋味覆盆子。